Hello， 大家好，明儿六块钱买了一块五花肉，今儿个来挑战做的脆皮五花肉，看人家每次刷着都是嘎嘣脆，流口水，今儿个来俺也做一个。就这个五花肉洗干净，俺这没有特别厚的那一种，这一块还是选的就是比较厚的。就这个五花肉下到锅里边，放点葱姜料酒煮一下，倒点料酒。现在肉搁上煮着了，然后调两个料汁，一个辣的，一个不辣的。盐、鸡精、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。我这辣椒粉本来是需要细粉的，但是俺这是个粗粉。对，挖底盖底盖的都碎了，跟上这蟹膜漂亮，这肉漂亮蟹膜以后再搁这煮60分钟，煮60分钟以后就该捞出肥肉。现在看着好不好看呢？嗯，就这水分洗干，半成品肯定不好看。现在进行了关键的一步了，给煮开背，台上给它砸空了。背上给它砸空，嗯，现在就是给它立的一块一块的，就是肉不连皮连，一定不能叫这皮割透了，割透了都支不住劲儿了。这是关键的，拌上刚才调好的料汁儿，每一层都要给它抹上这个汁儿，抠开，这个老汁儿操的，推碗嘞。烤箱预热中，不辣的就不辣的，明显的没有对比。叫这皮上刷上这个白醋，一会儿要涂上盐，还没有那大的盐，所以说就用这盐铺一下都可以了。我感觉这老的少的都抵挡不住这个五花肉的诱惑。你看乐童看见也是一样，上回咱妈吃了两块了，说着一看呀还想吃，没有吃够，还是蹭人家的。哎呀，就是隔一段时间不吃了，就是香。看见人家吃了，一听见那声音，咔嚓。嗯，就是看看咱这，看这一点肉能煮这两条，要是合适的话，往后就自己做。嗯。买的话，25块钱一条，可不便宜。这是26块钱，你看能煮两条。嗯。上烤盘。看着同样那回事儿。期待成品啊！这烤箱预热了。先烤40分钟。咦，这还有10分钟，你咋挑人了这一锅？嗯，看着给他挑人了呗，可能你还用？咦，不中，得叫他不辣去。烤盘，咋会歪蛋了？再炸5分钟，落到楼梯。烤好了，烤好了，赶紧弄出来看看成果，看看中不中。一会儿了再就放架子上再烤烤啊，先看一下。哇塞！就是底上的盐刮掉。哇塞！看着还是可以的哈。有那个感觉了。这半成品看着还是可以的。好，底下的接着油，再进去再烤20分钟。冒油，我看着是还可以，就是不知道味儿怎么样。哇塞，这冷一会儿了，估计更脆。给你先尝一块。嗯，又香又软又焦，说不了是啥滋味儿，香的没法儿说。一按了软的，也软香的。香不香？这个再撒上点孜然粒。这回这么烤的啊，就照顾你说了，草草草草草草即香。嗯，真香啊！那我这感觉儿是吧？关注多多哟。可以一口啊！爱你哦。看这是26块钱烤了两盆儿。哎呀，那要是去买两是25块钱一条，两条得50。下回了可以自己给家烤了。嗯，弄它一老多也不用，挺能弄了，实惠还好吃。